他们会不会听完这些东西让你都不敢结婚呢、啊、这个东西哇你绕很远哦不是我是真的好奇嘛吴克群天才女友很善良苦笑好友聊吧竟插不上话刚刚听到创世的工作人员他在讲有一件很残酷的事实就是现在捐款的人呢、啊、其实会掉了一两成那掉了一两成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很多老的捐款人已经过世了那甚至他们退休了他们并没有钱再去帮忙那我觉得也就是少了很多的新的捐款人小额捐款像是可能几百块像我们这次需要500块的捐款的人也变少了对那我希望就是社会大众大家能够一起来帮忙话说回来吴克群发新专辑 MV 找来金钟师后贾静雯夸刀贾静雯他说人都会面对要孤独的时候对你面对这个时刻你才开始愿意更多的给予还有你知道你会失去他们会不会听完这些东西让你都不敢结婚呢这个东西哇你绕很远哦不是我是真的好奇嘛其实他们的想法有些东西一样有些不同那一个是比较独身主义者然后一个是有家庭然后有幸福的然后有小孩我还没有抉择我会是哪一个哪一边对但是我有一个很清楚的事情是除了自己的家庭以外最重要还是这个对4000多桌我们可以有几万人所以有没有有一天你可以有自己的一个桌子然后吃自己家里的团圆饭我每年都现在我妈不在，我都小孩带着。这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没有预想的，就是说自己哪一个目标，或者说自己在哪一个做到哪一个状态的时候，可以步入自己的下一步。啊，我很活在当下，其实该来就来，然后该有就有。那你的朋友们，因为现在都有家庭，就很久没打球了吗？对。多久了？以前我们一邀球队要打球，可以至少是十几个人，可以20个人。现在一邀大概都是3-4个人。球队，对，就打爱打球的朋友。虽然现在已经没什么球，大家都开始照顾小孩，他们就在谈爸爸经啊，各种。会觉得有点，就是好像插不进话题。不会啊，我就。就看我的 NBA 那里面只有你不是爸爸吗还是还有其他人还有我跟威廉那你跟威廉有要拼说谁要先当爸这样这个要拼的吗看啊对啊这件事情我觉得 我让他我现在已经有了我有两个干儿子一个干女儿了他很喜欢动物动物所以他常常的会去就有任何小动物的甚至小动物走丢啊什么他都是第一时间就会去转发或去做每个人有自己想要帮助的就是单位这样